Really? Lily! 女神 Hi, hello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去宜兰开趴，准备出发。我们的 Uber 司机 Uber 司机潘博森 Tony 好，你要来二号舱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开后车厢。你现在听他的是不是？你们在干嘛？这我不知道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你有带来讲吗？我没有带。我用手扒出来的。有爱有爱，你不会累啊？我在你心里跑了很久，对不对？老梗。你知道为什么下雨天鞋子湿了，然后鞋子里面要放一颗槟榔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槟榔吸湿。只有这个人最捧场，你要坐前座好不好？串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脖子扭到的时候要坐什么样的车？脖子扭到要坐的是接驳车。只有你懂。你们好合哦，你们不在一起真的是太可惜，你们简直天作之合啊！你有没有看过汉堡神偷跟安娜贝尔在一起？我这感觉已经不对。哎呀，好强啊！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我求你们！她是女神，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。可是我喜欢的是女神金币。刚好，我也女神金币。我们到了我们的民宿。木子家 ，Hello， 欢迎来我们家玩。哇，你们家还真大，小公主。拍照，拍照。小公主一来都要跟我抱抱，哎 ，Ariel， 你看她都不给你抱，然后她抱我。妹妹，小朋友不能说话。静默是给你礼貌，对，电池很紧哎，超紧的，我活得很松哎，还是因人而异。明明是你的频道，却还是我长进呢、啊。因为彩华在的地方一定要主角，主什么？好吵、哦。我们买了好多食材，看一下我们的酒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看我真职业病哎。啊，你来了，这喝得完吗？这个这怎么喝得完？一桶的嘞。一桶在这里，我以为很大桶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跟我讲是木桶吗？谁跟你说木桶？我讲到木桶，然后可以让它转下来。谁跟你说木桶啊？这真的喝不完哎、欸。OK 啦，有 Arrow 在，怕什么？对啊，今天就是要看 Arrow 吐啊。可以啊。我目标就是灌醉他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要大声？我会跟你讲。没有，所有人都认识的都过来。灰色这位，俊伟。俊伟，俊伟笑一个，对，他笑起来就是这样啊、哦。右边这个小铁哥，小铁哥好，小铁哥好。这位是尾鱼，嗨。好，这个飞天猪榜迷，这个才华表姐，叫什么？六九七，六九七，陈六七吗？对，我陈六七。好，小木兰，一看就知道是小木兰了。还有这边的主妇们，这位看不出来。哎，这位很认真的，他到底在干嘛？我切了马铃薯，但看不到那个盐到底怎么出来。看眼有没有出来？主妇们回个头。就是把这个面瘫俊伟的女朋友七，这个小倩我朋友，我同事毛毛，毛毛，小国女英雄。对，然后她的男朋友姐妹在哪里？姐妹。有一个目的，要小粉红跟小木兰 PK 喝酒。我一定要看这两个酒国女英雄到底有多厉害。到底什么时候有在？睡饱再来啊！今天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主角都齐聚一堂啊！我们小美，擦了，谁说我妹是主角？谁跟你这样讲过了？我从今天开始就封杀他。抢了你的风采。对，但有我在也会抢了你的风采。好，谢谢。这间民宿超大，有个超级大的电视，它有三层楼。小公主，你要不要带我介绍一下这个房间？哇，好罗曼蒂克哦！哇，这也太少女了吧！你坐这里，然后梳头发，然后看你的镜子，要梳十三下哦。梳十三下会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自己。厕所是干湿分离的，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啊？更衣室。更衣室，因为我们的民宿比较不同。
以住家为主。所以你们住这里吗？我们其实以前都是住这。所以改成民宿改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二月八才开始营业。今年吗？今年哇，所以我们算很新的客人。在前十几名。哇，太荣幸了。lucky 了。我们是假日回来。你都睡这间吗？是吗？哇，你怎么那么舒适呀？走，我们去楼上。还有三楼。哇，好大间哦！哇，这间还有个小沙发，还有阳台哎。我们出去外面看一下。哇，半夜出来喝酒配这个美景，太惬意了吧？哦，你怎么学我啊？快学我宝。那你带我介绍一下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儿童，快点！你要摔车？哎，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摔车？真的摔车？是什么？这是你的，你的屋子啊！一个妹妹上来就变成姐姐。现在我要介绍我的屋子。哇！那你的屋子介绍完了吗？介绍完了。那你帮我们介绍你的屋子以外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，这个是鸵鸟吗？坐上去就会变鸵鸟。二楼还有一个阳台。嗯。哦，闻到烤肉的香味了。这片空地也是我们住的地方，然后这边还有停车格，可以停三台车。你加了什么？你再加台台有 Tabasco， 然后黑胡椒、盐巴、意大利香料、艾草。你到底从哪里变出这些东西？ 你是当我瞎了吗？你把它取名为，我把它取名为维多利亚的眼泪，好了。维多利亚的眼泪，我来喝喝看维多利亚的眼泪，成分是什么？不要问，喝就对了。有没有要哭了？太早你的英文名字是什么？ Victoria。就是台啤，他看不清，他觉得你调的像台啤。你还要再混哦？这边是深水炸弹吗？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就调什么？你没有想法，真的是有点混血。等一下，混血叫什么？维多利亚的眼泪有维多利亚的眼泪有。有，那尾鱼哥来喝一看，维多利亚的眼泪有。我觉得好喝很多哎，真假？这是葡萄的，这是什么啊？你在装可爱，逗你可爱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对对对，你好像猛兽出闸哦！怎么样？好热，我包的，好热，给几分？差不多48，满分100是？它是宜兰三星葱哎，很多汁哎，哎，加葱都好吃，嗯，好吃。这个人已经不行了。不是不行的是你吧？没有，我还行。我最讨厌人家说我不行，是不是？世界上没有不行吗？对，要继续。来，不愧是九国女英雄啊！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。这只飞机碰到雨天，终究会坠落。清醒的状态，所以今晚先拜拜拜拜拜拜，起床了两位。你闹钟响了几次，你知道吗？响了几次，然后这个人死都不起来。早安，哇！来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做的早餐。这好像来到美国生活的感觉哦。西瓜甜不甜？甜。有一个小厨娘。很辛苦的，在我们所有人吃完早餐之后，把所有的碗盘都洗干净。对，因为希望老板娘下次可以就是打个五折。老板娘有听到吗？我是老板娘，帮我不会打五折，不会帮你打五折。这才是好房客的好榜样，对不对？对嘛，所以大家以后要当好房客，就是自己吃的东西就自己洗干净。对，因为毕竟给我们这么好的房客，对不对？棒棒，我们要离开了，拜拜。不回家。他说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棒棒。哇。拜拜，爸爸，还有还有那个哥哥，爸爸，哇，谢哇，我们要离开这里喽，小公主，拜拜，叔叔，他也在赶你走，木子家，拜拜。